心情我觉得不一样的体会啦，因为我觉得复习自己在技术上的一些想法，那经验，那我觉得很多东西也可以尝试的看自己在这几年所学到的来去分享给大家，我觉得也不错，那有让自己有更不一样的知识吸收，我想跟球员的交流反而是很重要的。当选手的时候是压力比较大，因为你是站在场上，你要去面对那么多人。那教练的话，只是去辅助选手，然后尽量帮助他们。胜败就是会转到选手身上，然后在他比赛的过程中的表现。这些选手也去年他们打一整年有好的比赛嘛，那也有车的成绩才有办法来到这边，对啊，就挺蛮替他们开心。很高兴我们的球员都能够在这次中华队能够入选来为国家效力，我想这也是蛮多兄弟的球迷蛮期待的。那穿上中华队球衣一定会有压力，穿的是 CP 的衣服，就是压力就很大，把这个压力当成动力，让自己去更专注的在这个比赛上，我相信每个球员都能够拿出当下最好的表现，来为国人打出更精彩的比赛。嗨，各位球迷，我是安姑。没有，我进去里面跟林总在讨论，对，讨论训练要练什么，因为我们野手只有目前只有内野只有六个而已。谢谢他现在支持我的妹妹。对，还有三垒指导，勤收，对，我要去勤收。